对对对对对，很好。这只狗以前都赖耍赖不走哦，然后就躺在地上。它主人年纪稍微大一点，所以都拉不动。我现在教它就是不走也是要让它走哦。好，转向，它拉紧你就转向。对对。拉紧你就转向哦。很好很好，这个应该是眷村的妈妈哦，转转转，哎，很好很好，有没有感觉比较好？啊？好，转向，它拉紧了，对对对，哎，摸摸它，左手摸摸它，左手对，好，那走走，摸一下就摸一下就好了，摸一下就走了，因为你左手靠近它身体比较近，你用左手摸它一下就好了。对对对对，他只要顺从你了，你就摸他一下。对，很好很好。好了，一拉紧就转向，摸他摸他。哎，对，一下就好，一下就好。对，很好很好 ，good。好，你的那个走是不错，但是它不会好像那个，你一停它就会坐下哦。啊？我如果停下来，它还坐下算了。对呀，它练习坐下。对，你试试看，练一下。好。慢慢停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我你这边有一点问题，有来，靠，说靠，他要记得你的左脚是一个标记，左脚要停住了。好，那这边你再看一次。你看我的坐下怎么弄？嗯，推一点，推一点。就感觉到，是的啊。关键在什么？关键那个狗哦，在看我。嗯。它是很专注在看我，才会坐下。嗯。它如果用绳放在你身上，40%、30%，它在外面还在看那个，还不容易。我的时候哦，通常它头没有很专心的时候，我这边会手刀砍一下。嗯。S 的力道很重，一次就好了，力道，手刀往后砍一下，不加看我。啊、有时候的练法是这样哦，你平常在家里可以这样练。good， 就是我可以练习再走，然后叫他一直看。嗯。先不要立刻走，这样看一下。他有在看，他就给他吃哈，奖赏。哦。练习他在看你的感觉了。好。